主料：芹菜200克，蒜子100克，瘦肉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水、酱油。瘦肉洗净切片，芹菜去叶子，蒜头切掉，洗净切断。热锅热油，倒入芹菜蒜子翻炒，加入适量盐和水，煮开即可，盛盘备用。热锅热油，倒入瘦肉翻炒，加入适量盐和酱油翻炒，加入芹菜蒜子的汤水，煮开，倒入芹菜蒜子翻炒，煮开即可，盛盘。烹饪技巧：少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